开心，送给我们台湾的粉丝，送给微风细雨的粉丝。好的，또무용면한세개정도네먹고싶어요像牛肉面三碗，牛肉面三碗啊！对于台湾的粉丝，不知道可以看到一直都这么的支持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譬如说，既然他们都会讲韩文，对，为欧巴学的，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自己印象深刻的地方呢？아근데그런분들너무많이계세요저를위해서한국어를공부하시는또우리팬분들너무많이계셔가지고일단당연하다고생각하지않고항상너무나감사하게생각하고있습니다그자리에들어서다시한번감사드린다고有很多人是为了抖剧所以去学韩文的，他不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他觉得很感谢大家这样子为了他去学韩文，那真的是在这里还是再次的感谢大家。我们粉丝最后一次尖叫。